腾讯体育是北京时间8月14日，火箭正式签下自由球员卡梅隆·安东尼，总经理达瑞尔·莫雷、安东尼的好兄弟克里斯·保罗以及火箭官方推特均在第一时间向这位12届全明星表示欢迎。莫雷在他的个人推特上写道：欢迎来到火箭队卡梅隆·安东尼，他的比赛集锦很容易找到，并在下面附上了一段安东尼生涯10加球的视频链接。与安东尼同为香蕉船兄弟的保罗在这笔签约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，两个人此前也已经开始一起合练了一段时间。今天签约官宣后，保罗发推表示欢迎我的兄弟，后面加了一个火箭的表情。火箭官方推特上则写道：欢迎卡梅隆安东尼来到休城，火箭队去年夏天就曾努力尝试交易得到安东尼，但因筹码不足，尼克斯最终将其送去了雷霆。在俄克拉荷马城，安东尼度过了一个失意的赛季，今年夏天雷霆为了降低奢侈税将他交易给了老鹰，随后他又与老鹰完成买断，这才得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火箭。山丘 Fit&也则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